前总统李登辉涉国安密账案，台北地院周五一审判决李登辉无罪，同案被告刘泰英有期徒刑2年8个月，褫夺公权3年，全案可上诉。苗栗县长刘正宏胞弟刘正池遭检举位在台北市阳明山的豪宅七期行管，涉嫌窃占国有地、开挖地窖。士林地检署昨天大规模十一路搜索，刘正池一家五口遭到传唤，两名女儿刘冠廷、刘冠瑜分别以100万和200万元交保。刘正池漏夜复讯后，检方以300万交保限制出境。台中市第一条捷运绿线的场站联合开发案，被内政部以不具公益与必要性的理由退回。引发台中市长胡志强不满，批评内政部是关门审议，不排除首例向监察院检举，要求查办土地审议小组。去年十月，消基会带消费者向玉生、冰汉等塑化剂厂商打团体诉讼，求偿25亿。法院一审只愿判赔给消费者120万，却认定进货的上游厂统一及大汉酵素商誉受损，各判赔7000及3000多万。消费者健康比厂商商誉还不如，让消基会决定要再提上诉。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